把米都换成糙米，事儿多出来粗粮。
你们大部分得蛮多糖。我一般的找你请客准备表的。嗯。那你比朋友好点点。我把我那个嘛整一下，你什么的嘛整上了就有啥呀？你那东西就差到什么了？没搞清楚。我在你那一千台是几件？反正我有钱买哈，你只有你的。没有，谁在干鸡的？我干的鸡的。我这玩意儿贱，我还买个的。吹牛。在那去体检那么多房都得签一千多块钱。他开始都跟你说一点毛子样的。你跟哪个交换？我交换，他有毛子买账。别人是法国制造的。三个嘛。其他像什么？嗯。我咋个？我就是把上班儿才挑了。那个那个，他们说那边很好耍。到哪儿哦？市民都是玻璃。南侧。华海，华海那边。长江说的好在是。哪儿长江说的？我的。那个是那个那个，他全流民吗？不是。家修的。我们那边从那个。因为我们嘛。你住在哪儿呀？不得。然后晚上去，我在这儿当清洁打工。然后晚上都睡在围栋里，还当。不，晚上都睡到外头噻。一个月一万五的工资，没有几万。是不？几万块人民币哦。要人民币。个人。你个人不用。个人要用吗？我一点点。可能一万二嘛，差不多。可以认的嘛。一个月回去，一个月我在广州能见你一回吗？这个大的老家，那从他妈妈晓得，看起来就是他妈支持他去外头打工哎。哦，现在体验哈，主要是。体验。哦，网上就可以是嘛？今天湖南菜都不要钱了。我是不是想？再不讲了，你难道的？
外都戴机好疼。那个是空调来着。嗯，感觉空调。有啊，你，先生。
最后人把点出来再来说，然后房屋是地下室谁我根据他呀，我一远离佢呀，跟住我讲讲俾水，他就俾我问我有冇自由，可以烦我，我都我都忙到你，我没
还是开个服务业。就在服务业的时候。我有，我打视频了。你玩儿一会儿，我觉得我应该是游戏的时候看的。
起第一次他回去回在那记一下，他就在那记天气娃儿找给你哦，天气娃儿你叫他喊爸喊苹果有人喊爸了可能24斤的一点有网对，那你跟他叫爹爹回一个，你说突然上个有网的，因为你还是出来吧，23号电话号码移动33位。
我
过就是我们哦，昨儿我回我了，我说那个地址，他说是，居然你回我了，是不是融进城金丰移动啊？写清楚，我说是按照我个人那个摸索的，我爸那边的电话居然有信号，因为他的那边出开机。你说那个京东的，应该马上没信号了，拜拜。拜拜，也没信了。你换那边，换那边的信号呢？搞么的？还以为。这续点什么？打给爸爸算了。嗯，养胖了没有？我知道。还有时间接下，我都回去骑了。骑一会儿嘛，他这把电池转了。